间的湍流永不停息，是被动着追逐，还是主动的找寻？在下一步迈出前，要懂得你为何而来。圣山高耸如云，望向攀爬那无法征服的巅峰，还是去膜拜伟岸的天地？在下一步迈出前，要明白你为何而来。神明庇护下的雨崩，一世独立，做他人的幻想，还是真实的自己？在下一步迈出前，要知道你为何而来。香格里拉的传说让人入迷，那是欲望的天堂，还是安然的心境？在下一步迈出前，要确定你为何而来。当阳光划破天际，点亮卡瓦戈博，你会知道为何而来。来梅里，找自己。